什么上了呀？不懂。这局可能要三分钟了吧。并没有。尴尬。好吧，不尴尬了，没事了。刚才不可能可以打，刚才打的话，这个打得过的可能性应该很低才对。而且兵也不是很多吧，我觉得。
没有野怪吃啊。啊，对，有点劣势。你怎么又来啦？船长补刀很好啊，别来抓我的好不好，这真的你们都烦到我了。烦得很，这个I'm gonna go back.
知道糖糖在哪里，不过他妻子应该不在。加油哈，
跟巴德五杠二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我队友是不是第一时间回头了？刚冲上去打的是不是只有我一个？怪不得，我就是说这个。突然间这个被包围了。对面肯定是怂啊，我这么肥。哇，真的气，本来这波队友要直接上的话，我相信我不用死掉的。好了，稳得很。
所以感觉这个饮料不用交，应该也可以觉得是他的。因为每一个国家队的都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啊。需要黄金，是迷路了他了。